补缺损呢、啊、也是这样的，它分先天性骨缺损和后天性骨缺损。那先天性骨缺损缺什么都有，是不是？那个有缺肘直了，缺脚直了的，缺骨头也有，缺这个就是这个，这是遗传的组成，是不是？那先天它就没有这个胫骨，先天没有腓骨，先天没有股骨，这骨缺损就是这个。或者是呢，先天性的它就骨有上段有下段，有远端有近端，没中段，它是软的，这就是先天的。后天性骨缺损呢，都是由于外伤，外伤以后那车压了，是不是？那它可能骨头丢了，是吧？或者是骨感染，骨感染那脓啊，把这骨头给吃了，这骨头化脓了，造成了骨缺损。后天都是或者是感染，或者是外伤造成的。有的骨肿瘤啊，也骨肿瘤也造成骨。